今日打呢个秘才之水城，咁啊周回队嚟嘅，咁啊技能左至右开就啱啦，开到最尾就最左开多次，一嚟宙斯啦。呢层如果遇着呢个风觉醒就开呢个奥丁蛋龙啦。咁呢层如果遇着吸属性就召开，其实啲人系点都要召开，因为要跳起队长嗰个筆记。咁呢度就要传销心珠，因为下弯你要转到白金步。其实最难都是白金堡那个位置，我都想过很多队怎样可以轻松一点过这个白金，其实有的，不过可能会再贵一点。咁呢度就开埋幽助，就开翻蒙面个 buff。如果你话你冇幽助啊，咁其实你用冥想直接转都得嘅。呢度都应该算快。好，嚟到呢度。